想到就是这么正式的一个舞台，哦，对，因为我们就是去参加节目之前，还是在那个咖啡厅举办 mini live 的。对，然后这次就是我就是突然就是拉着张玉格，就是问他一句，哎，要不要一起参加 mini live？ 对，但是我听到的时候，仿佛你在害我，明明叫你在说什么？对，明我可没不是明叫，就是我唱歌其实不是我的强项嘛，所以其实今天对我来说是个挑战。对，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好，那话不多说，那就让我们开始第一首歌。是什么歌？是告白气球。还想一想。我没有。听听告白气球。牵手的、啊、是吗？就我就是很随意的一个感觉。OK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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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今天的云迷你 Live 也将开展歌姬大护法的评选活动哦，当选的粉丝朋友可以在我们预先准备好的歌曲选择一首作为今天的安可曲，具体参与方式请关注一下我们在直播页面的滚动广告。 OK， 然后在此之前我让我来请出一下我今天就是特邀请来的一个主持人。是谁呢？名字都不用介绍，就是这个人就上来了。我本来想夸一下他，说他就是甜美可爱，就是性感也会，可爱也会。对，给我们自己打歌。甜美也会，性感也会。哦、然后自我介绍一下吧。Hello， 大家好，我是 SNH48TMH2 的郭爽。现在今天来看 Taco 和杨姐的 Mini Life。对。耶、yeah。我们是不是应该去一个有三个位置的地方坐一下？对。OK。请 ，Please， 谢谢。对。好恭敬哦 ，Of course， 对，我感觉就是两个在听你在节目里面待了很久啊。那如果出场之后有哪件事会让你们觉得时代变了？因为里面没有手机嘛，然后就好像封闭了外界一样，所以对。就首先很直观的感受就是我们在剧场彩排 mini live 的时候，我们觉得多了很多道具。哦、oh， 对对对对，就像虽然不能剧透了，但是今天有很多的道具都是我们之前就是没有使用过的，所以今天是第一次去配合这些道具。发现这个舞台啊，灯光就是哇好华丽。对，是的，就是可以搞出这么多花样，就是可以有一百种感觉。对啊，原来我们不在的这段时间这个剧场也有变成长。对对，还有就是出来之后我很喜欢的一家就是外卖店关掉了。为什么？已经下线了。可能是因为没有你的支持吧，所以下线。我觉得就是我平常就是有我在的时候，我每天都会订这家的外卖，后来就关掉了，就很难过。好可惜、哦。就是感觉真的有在变迁的这种感觉。嗯。那你肯定也会找到新的你最爱吃的那个外卖店。说到他好了解你。说到吃的，就是。真的好像有奶茶火锅哎，就是我看到网上真的有，就是羊推们艾特我说有奶茶火锅，叫我一定要去试一下。你我觉得奶茶火锅听起来就很那个啥，什么就有点黑暗，听起来就很好吃啊！而且就是你不仅就是可以涮它，是不是？你还可以喝它，还可以加珍珠。果然是快乐变态。怎么你觉得呢？来，我觉得，其实体验不多吧，但是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我发现现在就是大街小巷，然后每个人都戴口罩，然后就是让我感觉有一点点不适应。因为我们在里面的时候虽然也戴口罩，但是一共就见了一些人，但是现在发现整个世界都戴着口罩，就有点疏离的感觉。你可以这样想，因为我们小偶像嘛，去哪儿都要戴口罩、哦、你可以想象成全世界都变成了小偶像。哇，四八也扩展成这个样子，反应这么快的一个人哦，超级快。他双子座嘛，害羞了。哎，害羞了。而且我们就是在那个车上坐着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就是有个屏风这样子，就是把我和那个司机就是遮挡开来、哎以前也有啊。啊，是吗？嗯，因为那个东西以前主要是怕没有会发现这种，对，怕你打司机。OK OK， 就是感觉更生疏了，但是又感觉很卫生这样子。嗯，对，没错。你看弹幕有跟你们送礼物的耶，要不要说谢谢什么的？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对，今天就是刚刚上场前，就是我看到就是舞台，就是青年儿的舞台在播出，我还没有来得及看我就上场了。啊，等会要看吗？对，等一下就很想看，就是很想看。OK， 那我们期待，就等会儿下来再期待一下你自己的直播，还有 Taco 的直播。对 对， 对，我们俩等下都要，对，都要有直播，都要有直播。对，线下互动了，把它线上，哎，线上线下。啊，请关注我和爱阳的口袋四八，谢谢。对，看一下，什么很卡吗？主持是谁？我刚才说了，主持是郭爽，还不主持是谁？不是。
不认识我们爽姐、啊、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过呼吸了过呼吸了真的很感谢郭爽就是来为我们当小主持人 对那我们先让欣赏接下来歌曲然后再唱几首再聊一会儿吧好请接下来请欣赏杨姐的蔓延好走，不论节奏，我只是漫无目的游荡在冬夜街头。你的生活是否如旧？没有我在左右，或许让你变得自由。也许我有一颗念旧的心。装作无牵无挂无欲无求的光雪下的那么大我的心也有点害怕我只能加快我的步伐没有你的时光好像也没什么分别除了到了时也会谢谢大家！哇，好紧张啊！我的妈呀！就是还行吗？就是
其实我真的很紧张，因为我真的很少唱慢歌。首先就是我妈说我这个人唱歌没什么感情，所以就是很害怕就是自己发挥不好这个样子，然后也算是对自己的很大一个考验，让大家看到了深情的小杨。然后这首歌是我很喜欢的一个音乐人写的，然后他的网易云音乐叫做 Selina 华，然后是我的好朋友。然后我要唱这首歌的时候，他就义无反顾把这个首歌的伴奏发给了我，我也很感谢他。对，就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希望你们能喜欢。然后下一首歌就是我自己的歌曲了，就是 Candy Pocket， 就是我。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是我自己写的一首歌，然后唱起来应该会比较舒服吧。我现在真的很紧张，我没想到 Mini Life 这么紧张。对，嗯，好黑暗哦，我的面前。对的，那么开始吧。第一个口味是 red， 吃完就觉得是 red， 身体开始逐渐火热，甜味在舌尖弥漫。第二口没有看颜色，但音乐感觉是黄色，涩涩涩涩的在心间。I'm going to sleep away。 Blueberry， 它是 blueberry， 有点犹豫，却又从不放弃。静静守候，专属自己领地，陌生人却不能靠近。Candy pocket, that's my candy. Candy pocket, that's my candy. Candy pocket, that's my candy. That's my candy. That's my candy. Green light 打在你的脸上，这种微光让你心神荡漾。Pink pink, my favorite pink， 我每天都想要爱。的星星你看到了吗？摘下来做成糖会微美吗？沉溺在甜美的梦境里，拥抱我在肩膀上画着圈，童话世界在我脑海中打转，瞳孔逐渐变得明亮。紫色鱼群它们徜徉在海里，我向海里投掷一颗橙色琉璃，它们突然一跃而起。 Blueberry， That's my candy。确实好惊喜，好惊喜！我一下我这个人嗨起来了，对的。好了，接下来我两首歌就表演结束了，嗯。然后接下来是 Taco 的舞台，大家睁大眼睛好好欣赏哦，嗯。我就先告退了。
角深黑的暴雨和你正巧合，狠狠倾倒，感受紫色的电光真相，彼此的喧嚣。当质疑问号，沉默句号，都被你归类，无理取闹。我只想甩掉这种关系，不耐烦就走掉。拒绝对你讨好。眼角深黑的暴雨和你正巧合，倾倒，感受紫色的电光真相，彼此的喧嚣。当质疑问号，沉默句号，都被你归类，无理取闹。我只想甩掉这种关系，不耐烦就走掉。拒绝对你讨好，滚，花钱写，就是这次专门为了这支舞准备的一个道具扇子，忘记拿上来了。啊，是吗？真的，真的是重大失误，重大失误，我太重大了吧？边唱边觉得，哎，这手有点空。就是在哎，在表演，就是，没关系，还是很绝美的。哎，谢谢谢谢谢谢。对的，很漂亮，这个衣服好适合你。这个是借用赵月画的那个衣服。我发现你就很适合那个红色的衣服，特别是那个150的时候，你穿那个特别好看。对的对的对对，我也知道我也知道。还有最近这个发型也很适合你，现
的吗？就这种扎上去的头发。今天的这一套装扮也非常适合你，你知道吗？哇，开始了，开始了，干嘛这样？干嘛这样？怎么不夸夸我？今天这一套装扮也非常适合你，感觉你只有十二岁。哇哦，谢谢。其实我只有八岁。是这里吗？好有梗啊。OK， 来，我们今天这一趴的 MC 话题是：最近有什么让你觉得想要沉迷的事情？有没有？就我最近就是拥有了 Switch， 然后就开始玩游戏了。但是哇，有点显摆的意思，因为 Switch 现在炒得很高，价钱、是吗？巨贵。我可以借你玩，真的真的不收钱吗？你拿去吧，一个月之后还给我就行了。那我说我就在那个动物之森里面就是那个有钱人了。对的，张宇哥肯定会就是在里面就是存很多很多钱在里面的。哦，是我的性格，快快快快给他，快给他，快给他，快给他！现在我们只有几只破蝴蝶，还有一个鱿鱼，全都给你了，全都给你，计划通了你们两个。那Taco呢？最近有没有什么沉迷的事情？说实话，我沉迷。我不是撒谎啊，我真的沉迷各种唱歌跳舞的舞台，认识认真的在沉迷，就是对对对，就是我就是五个月嘛，然后都没有什么机会可以看到就是各种其他优质的爱豆们出的舞台啊什么的，然后现在拿到手机了就每天在疯狂的看，就是这一段时间错过的各种爱豆的舞台。哎，我还跟你分享了，我们之间还有交流。对，非常非常。哎，你跟我介绍的那个舞台真不错，给了我很多启发。是大概有一天凌晨的时候，就是突然开始，我们俩就开始。哎，不只是凌晨，是凌晨过三个小时，大概半夜三点的时候。你们在午夜还有这种勾当？对，还是聊业务能力，知道吗？对对，太认真了，太认真了，我们两个。对，你今天也给我分享了一个很棒的舞台，就是那个，就是那个，我到处分享，到处分享，很帅啊，那个，对对对对，真的很帅，真的很帅。其实我觉得你们就是在，因为在那个里面嘛，没什么手机，跟外面断网，你们在里面。刚刚那句话有点看不起我的意思。没有没有没，我没有看不起的意思。是是是。然后在里面的话，你们除了唱歌跳舞就没有其他的了吗？没有那个解乏的那种小游戏吗？就成员之间玩五子棋。哇哦，哦对对对，五子棋，五子棋，那个还有图画书。对，有我们还玩过眨眼杀。哦，眨眼杀，对对对，你知道眨眼杀是什么吗？是不是看然后就死掉了？哎，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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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但是这个人多才好玩，然后我们就是有时候休息的时候，大概十几二十个人一起玩，就真的不知道谁对你是眨眼了还是怎么样，因为没有办法坚持那么久。真的很方便，就是在那里你随便叫一下，二十个人就来了。就是在我们中心也可以达到这种程度吗？对，这样想想他们现在好像很寂寞，因为他们总共只有二十个人。应该他们在忙事业吧？也是也是。跟他们说下到第六颗的五子棋啊，是我那个青春加点戏的一个梗。是杨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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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宇哥好漂亮，谢谢杨杨，我爱你。你怎么不跟我说谢谢？是你这是在念弹幕吗？对啊，太没礼貌了吧。此刻我就化身你的。谢谢你们，谢你们。好恶心，好恶心，是谁？房管麻烦把这个说好恶心的给他退出去一下，谢谢。我们小偶像不能经历这种的，知道吧？在很仔细的看弹幕，看一下，就是说。哎，有人说我大帅哥，就是对着这个装束，然后还能叫出大帅哥，是对的，对，他们对我都能叫大帅哥呢，这有人真傻。我觉得我跟男星一点都不沾边，说实话。确实，我感觉你们在里面都瘦了呢，是不是？对的，我觉得你也瘦了。也就是瘦了两三斤吧。还可以了。可以可以。那你也瘦很多，就感觉一掐就能断，你知道吗？这还有点难吧。你也是你也是。他
是他是我不是我不是你是你是这不是啥骄傲的事不要抢不用抢自信一点自信一点对希望以后可以再接再厉我们可以建立一个瘦身小组哎可以啊就是互相监督的那种对可以那我们组长吧、啊、你就对他组长管我你就是管我们然后就是负责我们谁胖了收钱这个样子哎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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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比起就是其实比起就是监督大家瘦所以我更希望大家健康健康就好他组长我举报他组长刚刚给大家点了非常甜的四季奶青对对对刚刚Taco 请我们工作人员还有我们喝了奶茶对对 Taco 太善良了希望多来 H 队对对希望下次郭爽也请一下好呀好呀好呀来 H 队的时候请我们喝好呀是不是太自私了没事好呀好呀告诉你一件事情我最近也在 S 队待役真的对的我们有机会经常见到好呀好呀所以我又可以互相请了他组长没关系姐姐给你买啊姐姐、嗯、哦小玉卓谁啊、哦、是有点后悔今天就是把郭爽带过来啊错错错错错错 OK 那我们接下来欣赏我们洋洋的又一个自创是吧对对对对、就是、我们洋姐 才女大家把小玉卓才女的 tag 发在弹幕上谢谢大家接下来我们来欣赏吧耶、oh. 好我去了心
对，其实我想说就是耳返没有开，耳返开一下，谢谢。喂喂喂，我刚以为像聋了，知道吗？就是说，谢谢啊，好。就是不知道刚刚那首歌的状态怎么样，我也就是听不到。然后这首歌也是我最新创作一首歌，应该算是最新吧。然后接下来就是唱一个 rap 给大家，因为就是我知道就是我之前就是没有机会就是在青你儿展现我的 rap， 我知道就是很多人就觉得很遗憾。然后现在我想唱给大家听，然后而且是 91 的翻进我心里，对，我很喜欢这首歌 Night One Respect。 就是Tell me how you feel right now my boy， 你说话是我目光 I can take it off your eyes、你知道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待月上柳梢头这感觉值得细嚼慢咽，不小心被你看见白面扯扇里逃出依照我眼里心素的但愿，遇见你无意创作也能秒笔生化，突然平淡无奇时光也能翘起风沙，像三杯里加了三杯依旧的清淡，这陈年的酒在沉眠依旧很惊叹，就等我一饮而尽把心事摊开给你看，我不需要不言而信歌在原默契为你转 Oh my boy， 提起你有太多我想谈及 Rap 比起你就真知不算难题，所以拜托你别再表现得很顽皮 Like a legend、oh, 我们来谈一场传奇、yeah! Waiting for you Waiting for you搬进我心里 ，Waiting for you，Waiting for you， 搬进我心里 ，Waiting，Waiting，Waiting。如果一切都是我的错，想去你的悬崖往下落。划过身体的风对我说，再也不会有人爱你比我多，你会知道我其实一直在吗，你会发现我七零八落里积攒的爱吗。 I never cheated on my baby， So did this feel wrong my baby， Feeling like a soul is out of my body， When I meet you the truth is I getting lucky， It's not about the fame or name， Less or more lose or win， Cause I just wanna get you and play the game。秘书秋冬来沟通，像他的落落大方，我从不见料，不偷工也低调的像哑光，每个字每句话你懂我的，从不费解，这首歌我会写。Hey yeah， Waiting for you， Waiting for you， 等你搬进我心里， Wait a a a， Wait a a a， 等你搬进我心里， Waiting for you， Waiting for you， 等你搬进我心里， Wait a a a， Wait a a a，等你搬进我心里。谢谢大家。哎，接下来大家再来
R&B 啊。One, two, three, OK? Please, OK. 查查，哎，查查 ，Please, Yeah, I'm coming. OK, 好可爱。刚才就一直在彩排的时候，因为我就一直看你在彩排嘛。然后我拍了好多心动瞬间，想看一下吗？你记得吗？杨姐也是啊，他谁？欧巴，欧巴，这个路人怎么会在这里？没有啦，我们还是好姐妹了，只不过后面在后台的时候会有一点不一样而已。对，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MC 话题。最近有什么想要报复性消费的东西吗？就是因为刚出来嘛，有没有什么一下想要狂买的东西？有，
什么什么？就是我也很好奇哦，衣服还有各种饰品，就是最近新出的。可是你有什么好报复性就是消费的？你在里面衣服最多，就是我不能没衣服，加一，就是女人不能没衣服。对，说的对，女人是不能没衣服，但是不需要有那么多衣服。对，就是我的那种衣服让我有那种安全感，你知道，我还喜欢没拆的衣服，我喜欢没拆的衣服这样叠成一座山，就感觉自己像一个工厂。对，你的房间确实是一个衣服加工厂，因为他的衣服太多了，太多了，我觉得很幸福。我这反正我这五个月是有领略到你囤衣服的功力。那我还知道你囤什么呢？哎，囤什么呢？好想知道。哎，那种什么小面包啊、米制品啊那种。对，而且真的假的？对，而且像我爸爸吃那种什么米老头之类的。对对对，是我确实觉得囤食物非常让我有安全感，而且我不光养活了自己，我养活了一帮人。好得意，仓鼠嘛。哎，对，粮食。确实养。因为我听到一个传闻嘛，就是说在 S 队饭量比较大的其中一个就是打口。S 队饭量大的老多了，多了去了。对 ，S 队很猛的。你来代役，你有没有领略过啊？我没有领略过，没有领略过。对，那让我开开眼界。哎，总有一天让你开开眼界。那 Taco 有什么想要报复性消费的东西吗？我是化妆品。哎，他是。对对对。我最近就光出来大概已经买了七支左右的口红了，而且阿阳就是回来的那一天也给了我大概7-8支口红，还有什么腮红啊、乱七八糟化妆品。对对，因为他知道我喜欢，所以他就都给我了。对，真好。对，因为杨姐她有送人那种癖好，你知道吗？癖好不是要乱抢。一个非常优良的习惯。Oh, I'm not special. You're special. 我没送过别人这么多口红。对，他送你口红，但是他送我是衣服。哦，因为他自己穿不完了，你知道吗？所以就给我。后面这一句也不用加了。不过我就像他的暖暖一样，就是每次给我。对对，就很喜欢打造他。对，就是很想。因为他觉得我特别土。是吗？哎，怎么自己说出来？因为就是有在越变越好，就是希望就是这么好一个妹妹，不要浪费她的容颜，天天穿那个老那种老汗衫，你知道吧？就是哪有？但是因为在说老汗衫，说实话很舒服。对，就是她每天都这样穿。对，统一战线，我也是老汗衫联盟的人。哦，你们就不要穿裙子，不要穿吊带，不要穿短裤，不要穿裙子了。哎，等一下，现在你没有穿裙子，这是我今天的 style。Oh, so cool。style 杨姐 style、okay. 这是我组的一个局，怎么会这个样子呢？没有啦，因为我们心里还是特别爱你的。看出来了。对对对，而且收到的东西其实特别开心，觉得很温暖，你感觉你有在想着我们。对，你给我们东西吃的时候我也很温暖。真的吗？就时不时递一个什么奶糖啊之类的，然后就觉得很开心，就突然被甜到的感觉。对，因为就是想甜你。因为今天跟 Taco 前辈第一次见面，然后、对，然后就第一次接触嘛，还有在台上跟这样给粉丝，然后我觉得在后台塔塔就一直都非常可爱，杨姐也非常可爱啦。但是呢，塔塔给我一颗糖的时候，我觉得啊，天亮了。啊，天就亮了，天亮了，姐妹们，天亮了。好有趣哦。对呀、啊、我跟你说过吧。他在那个长隆的时候一直说，他说我好想就是我队里面的姐妹啊，特别是郭爽。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特别搞笑。就因为我搞笑。你肯定因为你特别可爱了，招人喜欢。哎，我也很想你啦。不过你能就是感觉大家都得比较好的成绩，所以我也蛮欣慰。但是我觉得你们可以还可以更上一层楼。对，你们在我心里中不止这样的。对，所以我们来这儿就是举办 mini live， 就是为了就是更上一层楼。对，给我唱歌，谢谢大家。我原来我这么大牌面。有点好笑。
来看 ，Taco 要吃三盒盒饭才会勉强维持体重，真的吗？差不多。真的假的？对，因为那边的菜色比较单一，有的时候我碰到喜欢的菜，就会连吃三盒。天热，为什么你吃这么多还这么瘦？给大家看一下 ，Taco 就算是坐下也会有腹肌。你看。就是、如果是我，这就一块肉吊着。没就是、他还好，孙瑞吃的比他多一点。对，就主要是孙瑞是狂干大米饭，你知道吗？就是那种什么胖吃什么东北人嘛，很夸张。对他就是吃菜。他哥好像也是东北人啊。对对对，我也是东北人。对对对哇，东北人不是你这样说话的。你这样说话的吗？是你这样的吗？东北人是这样子说话哦，也不是。等一下，也不是。好奇怪的东北人呢。等一下，我想一下，因为我有个朋友也是东北人，他教我了一个那种顺口溜。嗯。哦，大金链子，小手表，一天三顿小烧烤，不是应该是这样说话的吗？你这有点北京味儿。没有，这是东北的。啊、是东北的，确定吗？不确定，不确定，被我问住，怀疑自己。嗯，台湾混血东北，你是吗？台湾混血东北，没不是啊。哦，因为是刚才口音吧，有点像。他说你，我，哦、人家四川人。对的。看一下大家弹幕，大家弹幕还是有一点延迟的感觉啊。对，是的。爽姐口音蛮土味的。我不土味，我现在已经戒土了，兄弟们。戒土是啥意思？戒土，就是因为我以前睡不着，就喜欢看那种视频吃播嘛。嗯。就爆章鱼头。哦，我也看过，我也看过。不是爆你的头，因为你也是章。哎，我没这样想，在你说之前，我真的没有反过来。对，然后现在就不看了。现在因为比较 fashion 嘛，就必须跟上大家这种硬，你知道吗？嗯。潮流前线，对。OK OK OK。被我拉过来。洋洋，你的盒子超好看。哦，我想看。Taco 的今天播了吗？直接开始问了。可能他两分钟之后会回答你。两分钟，等两分钟之后的回答。慢慢的。OK。侄女，在座的各位没有不是侄女的吧？都有叔叔了，都有叔叔。对对。我的爸爸有一个弟弟。哎，对，我也是侄女。对对对，阿克的节目在明天。好的 ，OK OK， 我期待一下。OK OK OK OK。哦，对，明天我们杨姐也有那个什么东西，什么冷餐会，阿克也有。对，我们俩又是我们俩，对，我们俩就是固定。明天也关注一下我们塔塔和杨姐的冷餐会，希望大家踊跃参与，就是把大明星来了，把我们嘉兴路堵一下，对。展示一下牌面那种。说实话，我今天就是下车的时候，因为默默他们在冷餐嘛，对，我被这个人群给吓到了。我也是，我还以为是我来了呢，原来不是。对，我们都一瞬间以为是自己的问题，但是其实是人家默默在冷餐。哎，没有啦，还有一大部分人，比如我也是为了看你们而来的。OK， 有你就够了。有你就够了。OK。那我们接下来欣赏一下 We Don't Talk Anymore。 OK OK 耶、哎呦，这首歌我好有点害怕哦。We don't talk anymore like we used to doWhat was thought of before? Oh, we don't talk anymore like we used to do. I just heard you found the one you've been looking for. I wish I would have thought that wasn't me. Cause even after all this time, I still wonder why I can't move on. Just the way you did so easily.Dress you're wearing tonight. Is she holding on to you so tight?
though. Should've known your love was a game. Now I can't get you out of my brain. Oh, it's such a shame.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like we used to do. We don't love anymore. What was out of it for? Oh, we don't talk anymore like we used to do. I just hopped online at somebody who knows how to love you like me. There must be a good reason that you are gone. Every now then I think you want me to come show up at your door. But I'm just too afraid that I'll be wrong. Don't wanna know if you're looking into her eye. If she's holding on to your side the way I did before. I overdosed. Should've known your love was a game. Now I can't get you out of my brain. Oh, it's such a shame.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like we used to do. We don't love anymore. What was out of it for? Oh, we don't talk anymore like we used to do. Before I overdosed. Should've known your love was a game. Now I can't get you out of my brain. Oh, it's such a shame.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like we used to do. We don't love anymore. What was out of it for? Oh, we don't talk anymore like we used.怎么出来啊？啊，这个可能是我今天最后一首歌。然后呢，这首是就是我的好朋友周子倩，然后帮我写的一首很短很短的 rap， 也有一点点唱啦。然后呢，是经过了就是。我们有几次谈心之后呢，然后他写给我就是怎么说一首表达自己的歌吧。然后他人真的很好，然后他说希望大家听了这首歌，然后你的粉丝可以更喜欢你。对，然后对，所以我希望你们不要辜负他的期望。然后他说这是一首送给我的生日礼物，真的非常谢谢。然后话不多说，那我就开始唱。然后这首歌叫做 Open。On the track.
追求更好的自己。 And you should know me， 我不是故意会让你误会我心情，担心我 feeling， 从不擅长表达自己，但却很想和你靠近，虽然会产生距离，但我会在这里陪你。感谢的话已说过千遍，一起经历过很多磨练，再把所有承诺的兑现展现，我每一次都让你惊艳。这人生是一张 CD， 记录我每一次的旋律，有日落的黄昏，还有夜晚的星辰，我想跟你一起去回忆。虽然我只是一个小小过客，但却总想填满你内心喜乐。漫长道路上会有风险和挫折，别担心，我会成为照亮你的伯乐。 Wanna be myself， 去追求更好的自己。 I used to know me，我不是故意会让你担心我心情，担心我 feeling。OK， 哦、oh ，没太唱好。OK， 没事没事，其实之后有机会会，因为它现在还很短嘛，然后我希望以后可以用我自己的能力去完成它，然后把它变成一首完整的歌，当然可能也会寻求他的帮助了。哎，好，就这样。棒棒，超好听呢！哎呀，不行，刚刚有一点那啥。周子倩不错啊，周子倩，快来接受一下我对你的表扬，周子倩。哎妈 ，OK， 感谢大家观看今天的云咪咪 Live， 接下来揭晓我们今天的安可曲，它就是由 ID SH48 张宇阁应援团选择的《张扬》。恭喜我们 Taco， 谢谢。对，然后接下来要表演嘛，其实这个是一支舞蹈，然后其实我想就是邀请阿阳跟我一起跳，因为这支舞蹈呢是我们在长隆的时候就是一起有经过一个月集中的上课期，然后我和阿阳是在一个班，所以我们两个人都会这一支舞，所以希望都可以展示给大家看。好，可不可以？当然可以了。哎，主持人发话了。我还说，因为杨姐也准备了嘛。然后我还说，如果没有一起跳的话，我还想让杨姐私下跳给我看呢。私下跳给你看。不要学，不要白学了，对吧 ？OK OK。来，让我们把舞台就交给了。好，等一下我摘一下耳返。好 ，OK。好，请欣赏。Why you standing over there with your clothes on? Baby, strip down for me, gon' take them off. Don't worry, baby, I'ma meet you halfway, 'cause I know you wanna see me. Almost there. So baby, don't stop what you're doing. Softer than the mother, boy, I know you wanna touch. Breathing down my neck, I could tell you wanna.Now you want it like, want you to feel it now. I got a secret that I wanna show you. Ooh, I got a secret I'ma drop into the floor. No teasing, you waited long enough. Go deep, I'ma throw it at you, can't catch it. Don't hold back, you know I like it rough. Know I'm feeling you, huh? Know you're liking it, huh? So why you standing?Baby, strip down for me, gon' take them off. Don't worry, baby.
你们俩在兴奋什么？是在兴奋一种，就是快乐，你知道吗？哎，结束的喜悦。谢大家观看今天的云 mini live， 下面是广告时间，我们一人读一条吧。好，好，好，明天下午将有青春的记忆欢迎会。啊，明天晚上7点将有张怡、孙新文的云 mini live， 期待大家的参与哦。耶、yeah, 哦，另外还有每周四。周六晚上8点，《青春有你二》的在爱奇艺上线。ACS48 Group 的成员正在为梦想而战，爱奇艺会员可以提前1小时观看，请大家多多支持。好的，同时《青春有你二》米娜时尚助力榜新路排行榜火热上线中，赶快下载口袋四万 APP， 为自己支持的训练生应援吧。另外5月2日起每周六周日晚上8点创造营2020有点尴尬，也在腾讯视频精彩上线啊。哇哦，SNH48 Group 7位成员正在勇敢比拼，请大家多多为他们助力撑腰吧。耶耶 OK， 那我们今天的 mini life 其实说实话还过得蛮快的哦。但是就是现在心情会有一点，就是说没有表现的东西吗？是有一点，但是其实挺爽的，现在结束了，挺开心的。对对对，我看一开始杨姐唱的时候非常紧张，非常紧张，非常紧张。对，她其实实力是非常强的。哎，好吧，哎、不讲了。好了，实力大家都心知肚明。对的，而且我们张宇哥有新歌了，大家今天这个重点很重要啊。耶、那我们今天的迷你live非常精彩，然后就在这里，但是要在这里跟大家说再见啦。然后明天的冷餐会也请大家多多关注，多多参与。明天我们也会上班哦。来，谢谢大家，拜拜，拜拜，谢谢。